飞机不是在挑衅我们吗？你可不可以下令打一台下来啊？啊，你打一台下来是他挑衅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打一台下来？本来就可以打一台下来，你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敌人，是他挑衅我们。当然你要先跟美国打好招呼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不是我们挑衅他，有一次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还有一个是怎么样？你把台湾里面全部的五星旗全部都撤，全部都抓起来嘛？谁拿五星旗抓起来嘛？我还记得以前赵少康讲一句话：通通抓起来。泛蓝敢这样讲，我们泛绿为什么不可以？